化身奶爸公园六四岁儿，被拍凸肚青浦真实模样。家里小朋友喜欢很多的植物，各种植物，所以每天到公园到外面都会问这是什么。那我你这里查给他。52岁的吴奇隆与刘诗诗结婚8年，育有一个儿子布布。不过夫妻俩今年屡传婚变，虽然两人在去年已发生澄清，不过近期又被曝两人因小孩教育问题冷战3年，婚姻状况仍受外界关注。龙带儿子出门玩耍，戏里大陆狗仔日前拍到龙哥带着4岁儿子到公园的画面。吴奇隆啊，不时低着头和儿子聊天，也拍拍儿子的小腿，似乎担心他被蚊虫叮咬，整个父爱爆棚。近日，小燕在横店偶遇吴奇隆。另一个大陆狗仔呢，不久前也拍到吴奇隆带着儿子前往横店。据狗仔表示，原来刘诗诗在当地拍戏，龙哥啊似乎是带着儿子探老婆的班。狗仔po文写下，看来感情还稳定着呀，直接打脸婚变造谣者。是说啊，之前诗诗曝光一组宣传照，那个妖物真的超级妖瘦，虽然美归美，但有网友看了还是有点心疼，别再瘦了，太可怕。拍戏多吃点，虽然很美，但太瘦了。反观啊，他安吴奇隆日前现身机场时被粉丝捕获。吴奇隆穿着浅绿色的 polo 衫，搭配五分短裤和口罩，明星风采依旧挡不住。不过仔细看照片，其中肚子部分有点微凸，跟过去结实的身材相比，有点 buff 喽。让网友忍不住亏四爷要开始管理身材，但也有更多网友帮缓价，52岁身材这样已经不得了啦，那个脸还是帅得不行。是说啊，吴奇隆不知是不是刚好看到新闻，27日他在微博放上一张帅帅的吃饭照，写下今天长这样。而生图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夸赞，今天真帅，还是一如既往帅气十足，好久不见，多多营业好吗？嘘。